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涛哥侃封神。有朋友说，涛哥，反正你也出不了门了，你赶快就侃封神吧，把这个欠缺你都给我补上就完了。我们砍到第34回了，三分之一，卯卯劲，我们砍能砍多少？反正是出不了门了。现在跟出门跟不出门差不多，马路上一个人都没有，这个也不敢出去了。人家规定啊，我们不知道会持续多长时间。我就尽量了，尽力跟大家砍了。这个，我们上回书说到这个《封神演义》，上回书说到哪吒用金砖把这个鱼化就给打了。这里面呢，就谈到这个鱼化的宝贝呢，对哪吒一点用都没有。所以，其实我们当时强调就是一个境界，这个哪吒的境界超过了鱼化。超过了鱼化的宝贝，啊，超过鱼化宝贝，所以鱼化的宝贝对于他是没用的，就是一个翻翻就是一个翻，一扭脸给收兜里了。这里面境界的概念呢，其实我们在讲跟大家分享妲己这只狐狸的概念的时候，其实已经有了。那个狐狸什么都不是，对人来讲什么都不是，对吧？但是呢，这个什么都不是的狐狸是被女娲派来的。可能也只能被女娲派来，为什么？女娲是造人的神，所以也就造人的神，他也就有资格去教训人，用了这只狐狸。如果比女娲低的神，他敢弄狐狸，哼，这女娲就得废了他。所以这个，我希望朋友能理解这意思了。那现在在中国，在乃至国际环境中遭到大瘟疫，是一个道理的。人不相信神，那人说自己是猴变的，说这个国家是无神论的国家。当这么去定格的时候，就是对造人的神的最大的侮辱。而造人的神绝对不是他想造就造的，因为他人中牵扯到，在六道轮回中牵扯到太多的不同空间的人，我们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哪吒怎么来的？哪吒是太乙真人的灵珠子，他的弟子，是受了元始天尊的法旨投胎做人的。那今天的人中有多少这样的人，类似的人？但他可能，他的投胎，他的来处呢，远远超过当初的灵珠子啊。当初的灵珠子只不过是太乙真人的弟子，那太乙真人还心血来潮呢。我上期节目中说了，有朋友说："哎呦，听懂了，这心血来潮这是个事儿了，是个大事儿，可不是小事儿。"他的太乙真人的心血来潮，就标志着《封神演义》的存在，神仙的大净化、大清洗。太乙真人有这样的这个心血来潮，就证明他要经历过这样，要经历这样的磨难。所以是神界到太乙真人，其实都可能高过，他已经高过仙了，他是神界了。即使在神界的这个层面，在神界这个层面，他们也有自己不够纯净，就是与他的境界，与他本该应有的那种纯净程度相匹配的概念，他们不具备了，才诱发出他们的不纯净的背书，也表现在纣商朝的这种完结。我们就这么说这意思了。其实你可以看到，我们有一句话叫"一朝君子一朝臣"。一朝天地，一朝造化。在中国的朝代中，这是我自己理解的，我自己理，在中国的朝代中，改朝换代的时候，就是天上的神仙在改变的时候。多高我不知道，但其实是这么对应的，是这么对应的。
所以你可以叫在历朝历代当中出现了一些有本事的，姜子牙也好，这个诸葛亮也好，到后来的刘伯温也好，其实历朝历代，那到了这个唐朝，我们看到推背图，还看到后来的邵雍，其实这些人都是应对着不同的一种天象的变化。这么换个角度来讲，你比如说《封神演义》的时候，当时是他们，元始天尊这一支子跟他们的师弟，对不对？前后的关系。你等到了唐朝的时候，你看他故事讲的《西游记》故事讲的是什么？那个时候的慈航道人已经到了后来做观世音菩萨了。你看，神仙改了。神仙概念改了，与这那神仙概念改，它不是别的，它是我们人知道这些神也好、仙也好、菩萨也好、佛祖也好，还是老这个元始天尊也好，在他们的概念中，也就是说被人们知道的这一个层面，老子、元始天尊他们没有动，他们之下的这一批神仙，他们在挪动。他们在挪动的过程中塑造了人间的文化。我不知道朋友能，我不知道朋友能听懂我说的意思没有？如果换个角度说吧，那观世音就是元始天尊这十二门人挺辛苦的，挺辛苦的呀。其实是在对应着这样的改变。那这样的改变呢？出现了从道家到了佛家，而且出现在不同的地域和环境中。那人间的文化，包括人的服饰、饮食都改变了。而对应的，同样对应的，在人中有着不同的文字、不同的语言。那，这是我以为一朝君子一朝臣，一朝天地。一份造化，是跟这有关系。但谁人？那你朋友就说那不对呀。那时候他叫慈航道人，后来这边就到了观世音菩萨，那边是普贤道人，这边就是普贤菩萨。是他们在各门派的这种转地的过程中，有他们背后的故事，有他们背后的原因，在某些原因不是被人所知道的。所以这是生命文化当中的有趣的地方，但是我跟大家解释过，境界是最关键的。在《封神演义》中，其实，在《西游记》中同样讲《西游》，其实《西游记》它就讲稍微低，它《西游记》讲的低了，《西游记》讲的是一个人修成神，他修了他，所以99、81难遇到都是，妖、鬼、兽的，对吧？都是这些。这么讲，当《封神演义》走到最后的时候，到了潼关之后的时候，到了梅山七怪的时候，梅山七杰，对不对？然后柳树妖、槐树鬼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跟《西游记》接上了。我觉得这么讲就大家就明白了。而在《封神演义》里不是，《封神演义》里讲的是神仙，讲的是一个已经修炼过1500年的这批神仙。在这种天象的变化下，他们竟被净化的过程，他们呀，有些话人嘴不好说，所以大家也就意会了。我个人有时候我也不知道，有些话好讲不好讲，我们只是站在那反过来我这么讲吧，有些东西是我完全都是我个人理解到的，所以呢，但是肉身有着个人的理解呢。他不太算错，他就是说有着一种，因为我不知道嘛，对不对？我带着这块肉嘛，所以我只是这么去从字里行间中和师傅领进门修行干，在个人，那师傅收我做徒弟，我在这一门中修的过程中，哎，我自己感悟的，那感悟的就有对有错，给你说个道理，这是今天刚才想起来，周文王带着周易回到了这个周朝，对不对？回到了西岐，
那有了他一番作为，但是当他平掉这个北侯王之后，他紧跟着就死了。那而这个姜子牙真正的辅佐的就是他跟文王把这个北崇侯虎杀了之后就完了，文王也就没了。文王没了，在人间留下了周易。今天很多人拿着周易吹牛皮，对不对？说我懂周易，你凭什么懂周易？能够做出周易的人没多少年就死了，这是文王。再也没有人能够100%的诠释周易的本身了，没错吧？那所有认为自己理解成周易的时候，你怎么知道当初文王就是这么说的？所以这同样给人间留下了一个好东西，但永远让人间摸不着根儿，没根儿啊，根儿在哪儿呢？根儿文王走了。这个我希望朋友能从中体悟到真正的东西。就像拴在他讲述了一份道理，我们人生活在这个人的空间中，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空间环境中，控制着我们这个环境的一切的那一份生命之理，它的根在其外，不被人知道。周易七年有理，它破译出来了，然后当在人间使用，真正开始改朝换代，他杀掉这个北侯王，他是以纣王的名义杀的，他为了纣王能够好而杀的，这个大家要明白。姜子牙在游说这个周文王杀掉这个讨伐北侯王的时候说，那让主子这个主公身边少一些佞臣，少一些奸臣，你呢又得了授权，所以你有权利带兵去伐他，为了你的忠，这个文王才同意的，否则的话文王是不同意的。所以这里面有了根本的区别，大家听懂我说的意思。伐完北侯王之后文王就死了，所以文王从来没反过，文王死在了纣王的朝代里面，他的忠里面，同时把周易的根带走了。那如果他一直活着，有什么事都得听他的，这周易怎么干都得听他的，因为是他造的。原始创造的人都走了，你吹什么牛皮说我破解那周易就是对的，胡说，对吧？胡说。就像咱们说那个啊，向日葵那叫什么来着，忘了，画向日葵那爷们儿啊，那画怎么好看，因为那个给我印象太深了，他是第一幅一张拍卖的画超过了1000万美元，这是所有拍卖画作当年他是最早。我说你胡说八道，对不对？谁看懂啊？你不疯你看懂吗？他画那画没多久把自己耳朵给嘎下来了。他画的画最出名的画都是后三年他疯了的时候，你看叫什么来着，他跑到那小岛去了，别人另外一个画家一直养着他，他疯了画的向日葵，今天很多人把它当成值钱的东西，疯了还看得明白，你不疯就看不明白，你看明白了你就疯了，这就是生命的归属，没有什么对错。所以今天很多人糊涂，我觉得就是糊涂。我记得在法国巴黎看是默哀的画，那是啥呀，在还有真的那是啥呀，那你说甭管是水墨画这个那儿，给我的感觉就是煮一锅粥煮糊了，嘿，煮糊了往上一铺，哎，人是有名儿，我那邪了门了啊。所以现在好人赚不好人，好人真正好人不太容易，那什么不太容易的，开玩笑，说多了啊。我其实讲半天就是一个境界的意思了，所以大家听懂我说的意思。周文王的周易没有人明白，原因他才能
他才能在人中留下，所以他有着一种神的背后的因素，那但是人不知道。我觉得这个对很多朋友在要理解很多事情来讲应该是有一些帮助了。余化败回汜水关，这是他打了吗？咱们就接着昨天说了啊。火眼金睛兽是两头见日走千里，两头见日走千里，那不得了哈。这个一日就是24小时，12时辰，他走上千里。那反过来，那个人也得厉害，你得坐得住啊，你坐不住啊，要不然对不对？所以这个是相配应的。穿云关到汜水关160里，那很容易就到了。韩荣在府内，正与众将官饮酒作贺，欢心锐意，谈到皇家黄飞虎家的事情，突然报先行官余化等令。韩荣大惊，去而复返，其中必有事情，忙令觐见。入门修问荣枯事，观看容颜便得知。这是一个我们通常能够知道的故事。这句话人家当时就这么用了。将军为何回来？面容失色，似乎带伤。余化请罪。人行至穿云关将近，有一个不通姓名，脚蹬飞火轮，作歌截路，要我10块金砖才方肯放行。末将不忿，与他大战一场。那人枪法惊奇，末将只得回旗，用宝物伤他。方举起宝物，那人竟然用手接去，这就是高人了。末将不服，回来又跟他交战，见他手动之处不知取了何物，只见金光耀灼，把末将的镜像打坏，故此败回。两个人比宝物，只见他手动之处不知取了何物，他看见哪吒动手了，但看不见哪吒手中拿的是什么。拿什么？拿的是太乙真人给他的金砖，而金砖对于余化来讲叫耀灼，灼太晃眼，根本看不见，就像眼睛开太阳，一下就把他打给打了。所以大家同样用宝物，哪吒的宝物远远超过了余化的宝物，这就是余化的宝物根本就它不是。所以我们到看到这儿就看明白了，不是哪吒有没有三魂七魄，哪吒留下三魂七魄了哈，不是他有没有三魂七魄，而是哪吒的整体生命境界超过了他啊，超过了他。所以这就是一个，其实它反映出另外一个概念，同样在人中修行的人，他的生命境界是有着差别的。当同为修行的人生命境界出现差异的时候，那手中拿着宝物跟背后的他的授予他宝物的生命有关，那授予他宝物的生命的境界的高低在他身上都能显示出来。反过来说，如果授予他是，就反过来这么讲吧，这块金砖如果给了余化，余化都看不着，拿都拿不了，哎，就这么回事。他宝贝好吧，给你他拿不了，哎，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人中有天才，人中天才展现他生命境界的本身就行了。米开朗基罗，他如果轮回转世，永远是画家，他不用太学。但是天象促成他，在距现在500多年到400年前那个时候的他一定走这么一份辉煌，就讲述这么意思。我看过一个故事，说中国古代有十大画家哈，我也看过那十大画家，叫什么什么，你看到嘴边，唐伯虎点秋香。说这十大画家里头，你注意到只有唐伯虎走了俗道，庸俗之路，其他的九位，
不是老道就是和尚。那当初明末清初的石涛就是苦瓜和尚，那石涛啊，你查就是那个石涛，这那个苦瓜和尚。其实我看过一个他的故事，他最后的归处走到林子里没了，这个人其实石涛没了，他就讲没了，没人知道他最后怎么着了。但唐伯虎不是，唐伯虎留下了这个点秋香，唐伯虎据说就那一世把他的德行，包括把他的画技，他的能力全给废了，在轮回转世没了。人家有本事说的啊，不是我说，我就跟大家讲故事，就是民俗的真正这东西呢，这么讲吧，多高的本事的人，生命只要他落在肉上就完了，就把他全毁了，就全毁了，所以不容易啊这事儿。韩荣忙问黄家父子怎样，余化说不知，他不知可不是他跑了吗？要不然他死了。韩荣顿足而说，一场辛苦走了返程，天子知道误罪怎脱。你看凡是在利益上都是自私的，他先想到他有罪过了，因为你抓到了又跑了吗？众将说料黄飞虎前不能出关，退不能往朝歌，总兵速遣人马把守关隐，那以防众反叛透露。就是人其实他会回来，争议着探马观报，一人脚蹬车轮，提枪威武，称名要七手将军。余化在旁说就是他。那韩荣一听大怒，传诸将上马待我擒之。众将得令，俱上马出了帅府，三军蜂拥而来。那哪吒脚蹬飞火轮，余化早来见我说个明白。韩荣一马当先，来者何人？哪吒见韩荣叫这个带素发冠，金锁甲，大红袍，玉素带，点钢枪，银河马，答曰：我不是，我非别人，乃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门下，姓李名哪吒，奉师命下山救黄家父子，方才正遇到余化，没打死他，所以我特来擒他。哪吒呢很厉害，刚才咱们上期节目说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他师父，所以这很有趣，很有趣的。所以为什么叫原来叫师徒如父子，对不对？那其实你现在就知道了，师徒如父子，真有这种关系的。你今天托生到哪儿，都是你师父派你去的，甚至，就这么讲，也就讲呢，咱就说到这步吧，就不能再往下说了。是师父让你去的，所以当你拜了师父的时候，又回来的时候，师父是为了把你找回来。所以师父不求任何回报，呕心沥血，当自己的弟子出了状况的时候，或者被谁欺负的时候，他师父会舍其性命而出手。所以这是真正真，我以为这是真正真正修行之间的关系，不是老师，老师那是传译，那是教字儿。我不会读书，师父那是两个生命在超越时间的背景之下出现了彼此的关系。我觉得有些人真笨啊，真的真笨啊。真笨的原因呢，就是当他理解不了师徒之间的关系，从内在生命中，就是说自私了，就是自我了。大凡理解不了的，就是表面现在这一面受过很多教很好教育的人，他认为他有知识，他用知识去衡量一切，老牛叉了。你看他很礼貌，我跟你说，一大板砖抽上去就好办了。说话文绉绉，说话文绉绉，不懂得师徒之间的生命的感悟，
那韩荣一听不就来气了哈、啊，抢劫朝廷命犯官，还来此猖獗，甚是可恶。哪吒说了，成汤气数该尽，惜其圣主已生，皇家乃西凉，惜其栋梁，正应上天垂象。你看，哎，哪吒就说这几句话就厉害了，一切是顺天意的，皇家不是你说了算的，皇家是顺天意，就是有更高的神的背书，其实叫顺天意。妲己的出狐狸进入妲己的身体，妲己出现在这个商朝纣王的身边，那叫顺天意。嘿，你在人中去理解他，这事就不好办了。自己的师父原来一直教诲一句话，说人的理是反的啊，那就人的理是反，那师父教诲的。那经过多少年，你想想，狐狸妖怪在人中，那人见人除，对不对？那不能碰的。但是呢，在更高的境界，在更高的一面，那只狐狸来处，那是顺天意的，毁商朝，毁商朝给人间以教训。所以人间的文化那是妖精，但上面叫顺天意。那后来截止到现在，中共的本身谁都讲他叫红魔，魔鬼类。那天上叫魔鬼，下面就是妖精。所以习近平招鬼上身，对不对？习近平十月一号招鬼上身，走到今天，你看看，那三月份对头不到半年的，你算那数了。我觉得真的挺令人感叹的，真的确实是挺令人感叹的。你肯定能算出，很令人瞠目结舌的数。我自己认为是这样的。尔等又何违背天命，而造此不测之祸？韩荣大怒，纵枪叫纵马摇枪来取。哪吒脚蹬风火轮相还，轮马相交，未及数合，左右一齐蜂拥而至。擂鼓咚咚砸旗，叫砸彩旗摇。三军齐呐喊，众将聚刀枪。哪吒剑枪生火焰，韩荣马上逞英豪，众将精神似如火。那哪吒像狮子把头摇，众将如尊泥白尾，哪吒似角海金鳖，火尖枪犹如怪蟒，众将兵杀气滔滔，哪吒斩官落锁施威武，韩荣阻挡英雄气概高，天下兵戈从此起，泗水关前头一遭。打过泗水关，皇家父子就来到了西岐之地，皇家父子进入了西岐之地，那商朝就开始讨伐西岐，这时候是正式拉开了战幕，所以他叫天下兵戈从此起，泗水关前头一遭。那这些就是定数啊，这些就是定数，就是说当一件事情发生之后，那整个天象就会走到下一步。商朝的太庙烧了，然后元始天尊说投胎，哪吒出生一样，太庙不烧，哪吒不能投胎，皇家父子不过泗水关，这个西岐跟商纣之间就没冲突。所以这就是在人间是因为所以，对不对？因果之关系，在天象之间
这是时辰，不到那时辰，不到那火候，没有。哪吒火尖枪是金光洞里射传授，使法不同，是他只他的境界高，对吧？同样是把枪，他的境界高，当他的境界高的时候，他就不一样了，都是枪。这个，当他境界不一样的时候，那就看真正看他的生命本来了。这就咱说，怎么说？这就是生命就是不同哦，啊，出手如银龙探掌，银龙探爪，收枪如走电鸿飞，练过一套大枪，不好练，那老爹原来教过那个一套大枪，那不好练。那个，其实练枪走的是腰上的功夫，我记得是腰上的功夫，不是手上的。手上就是摆设，根本不是钻石喽，都是虚着的。我印象都是虚着的，不是啥攥着那枪，还那不灵那个，手上是虚的。那腰上真正使力，腰跟腿上的力，那这是我仅仅能记住一点点的，全忘了。枪挑众将纷纷落马，众将抵挡不住，各自逃生。韩荣舍命力敌，正酣战之时，黄明、周济、龙环、吴仙，那个飞龙飞豹一起杀到。大叫必定拿下韩荣报仇，余化无可奈何，只能催着火眼金睛兽使着方天画戟杀出府来，因为他已经受伤了嘛。两家混战，那哪吒见皇家众将杀来，取出金砖往空中一丢，打将下来，正中守将韩荣。嘿，你可明白，谁的宝贝听谁的，那个宝贝只要他一出手，谁跟他一波的，他认得住，这个主人要打谁他也认得着，这就是宝贝。所以你看起来是宝贝的原因呢，其实他是有生命的啊，真的他是有生命。打了护心镜纷纷而碎，落荒而走。余化大叫李哪吒误伤主将，纵受摇戟来取。哪吒未及三合，用枪架住了这个方天画戟，豹皮囊中取出了乾坤圈，正中余化手臂，打得筋断骨折，几乎落兽，往东北而去败走。是，他是就这样喽。哪吒的宝贝呢，其实打这些有本事的人多啊，这个有本事的就是说特异功能吧，还用现在的话，这话说的有点别扭。哪吒取了泗水关，黄明等六将只杀得关内三军乱跑，任意剿徒。第二天次日，黄衮同飞虎一起齐到，把韩荣府内之物统统装在了车上，载出了泗水关，直奔西岐地界。哪吒送到金鸡岭作别。你怪那个地方叫金鸡岭，就是说西岐当时的西岐跟纣王之间的接洽地，关键地叫金鸡岭。朋友说，那你啥意思呢？鸡呢，鸡的概念在现在的概念中一直跟共产党有关系。黄衮跟飞虎众将感谢承蒙公子垂救余生，实出望外，不知何日再睹尊严，稍效犬马之劳，以尽血诚。人诚意都这么说。哪吒说，将军前途保重，我贫道不日也将往西岐，后会有期，何必各于？
那众人分别哪吒回了这个乾元山，武王与旧部三千人并家将一路叫小行夜住，过了高山，叫凹凸区凹凸西区路，险涉水险水涉险水险水涉崖深茂林，有诗为证。哎，就是说他就跋山涉水吧，就这么回事了。啊、这话一听就跟人的话就不好听了。别却朝歌归圣主，五关成败力难支。子牙从此兵刀动，准备四九伐西岐。四九伐西岐，四九三十六不知道，还就讲准备四九伐西岐。皇家父子过了首阳山、桃花岭。再到了燕山，非止一日，到了西岐山，只有七十里，便是西岐城，啊，所以我们跟大家说说是为什么叫岐山，为什么叫王岐山，挺奇怪的，都是它是七十里。武成王兵至岐山，安得营寨，禀过黄衮说，父亲在上，而孩儿先到西岐，去见江宰相。如肯收纳我等，便好进城；如不能收，如不纳我等，再做道理。黄衮说：“我儿之言甚善。”那黄飞虎变了，换成便装。那他不能再，因为西岐是西岐，他投诚啊，他投诚哪能穿着这个武成王的衣服？那不成，那是商朝的，对吧？上的坐骑行至七十里，至西岐。看西岐景致，山川秀丽，风土淳厚，所有好的地方都是风土淳厚，绝无精英之言啊，绝无精英之言。现代的精英的概念是相当丑陋的啊，相当丑陋。有朋友可能挺崇尚的啊，觉得不好听。那个我自己的大学同学偶然碰过，人家也把我叫精英，人家也这么说，所以我没有任何，我只是跟大家讲这个时代的过程啊。大不相同，只见行人让路，礼别尊卑，人物茂盛，地利险阻。黄飞虎叹曰：“西岐称为圣人，今果然民安。”物虫的确叫什么顺日摇天啊，夸之不尽。进得城里，问城宰相府在哪里？小金桥头便是。黄飞虎行至小金桥，到了相府，对门官说：“借助你禀城宰相一声，说朝歌黄飞虎求见。”那直堂官积得云板，请宰相升堂。那宰相平常不在堂上，人在后边。子牙出得宁安殿，那官将守本呈上。子牙看罢，朝歌黄飞虎乃武成王也，今日至此有什么事？忙传请见。这两句话说出了一个东西，子牙竟然不知道武成王来见，也不知道武成王投诚。那朋友说：“你说的啥意思？”武成王背后投诚的背景高过姜子牙，所以姜子牙不知道武成王的来处，就是这段背景他不知道。如果他知道，说武成王一来，说武成王求见，姜子牙说来了，我知道，就得这时候来，那就另外一回事了。大家听懂我说意思？所以他上就问写书人这么讲，那武成王也今天到这儿干嘛来了？你看，所以姜子牙就是人中之豪杰，人中之圣人，所以他修不成。是跟他修不成有关，不是他修不成，是跟他修不成有关。
你看看哪吒怎么说。哪吒说，武成王乃是在未来的西岐的栋梁之才，这是哪吒跟韩荣说的。但姜子牙说，他到这儿干嘛来的？大家听懂我说的意思。哪吒姜子牙是哪吒的师叔。那当然了，那太乙真人是元始天尊的徒弟嘞，那姜子牙也是元始天尊的徒弟嘞，对吧？师叔不如师侄。哎，大家要明白，人间的辈分就是人间的辈分。到什么时候，他是姜子牙永远是哪吒的师叔，但修成修不成，这个哪吒修得成，这个姜子牙修不成。哪吒修得成，在他修行的境界中，第一次下山就知道黄飞虎是谁，和将来是干嘛的。但姜子牙不知，所以姜子牙是个人，黄飞虎也是人，同一个境界当中，他就不知道。我希望朋友能听懂我说的意思，这个含量蛮大的，这个含为我们其实看到一些事情，你将看到的一些事情，如果你懂得这些的话，你意识到有这样区别的话，现在发生很多事情你根本不发愁的，你就知道它的来与去。我们跟大家讲叫来与去，没有现在，没有现在。刚才咱这期节目说了40多分钟了，那就过去了，那叫现在吗？那你现在叫现在吗？一说完现在就没了，对不对？所以没现在，只有过程，没有现在。子牙换得官服，迎至仪门，那黄飞虎滴水岩前下拜，子牙叫顶礼相还，这是尊称了。大王驾临，江上不曾远迎，有失礼数，还望恕罪。黄飞虎说，末将黄飞虎乃是难臣受难的呢，今弃山归州，如失林飞鸟，了借一枝啊，失林飞鸟就借你个树枝，上蒙见纳，如果你能收我，黄飞虎感恩不浅。所以黄飞虎大家行过礼，黄飞虎立刻就说，我怎么回事？子牙慌忙扶起，分宾主去坐。飞虎说，末将乃商之叛臣，怎敢列坐宰相之旁？那姜子牙，大王言之过重了，上随列相位，那昔曾在大王之下，今日又何故太闲呢？是，那当初姜子牙在朝歌里干过活啊，对不对？在比干的府里面，那当然他就没办法，那个时候没办法比武成王呢，比不了。黄飞虎方才告坐，这是彼此之间的礼仪啊，相互敬重。子牙躬身请问，所以子牙对他一直很那个。大王何事气上？武成王说，纣王荒淫，权臣当道，不纳忠良，专进小人，贪色不分昼夜，不以社稷为重，残杀忠良，全无忌讳，失土木，陷害万民，这些姜子牙又何尝不知呢？所以姜子牙只想知道他个人的原因。今元旦末将原配朝贺中宫，达基社稷，诬陷末将原配，以致坠楼而亡。末将妹子在西宫得知此情，上得摘星楼，名正其非。纣王偏向，又将雾妹采公衣，就抓住他的衣服嘛，揪后鬓，抓着他的后发，扔下了摘星楼，跌为粉碎。末将自卫，君不正，臣投外国，乃当理之当然，故此反出朝歌，杀出五官，特来相投。愿效犬马，若肯纳我父子，乃宰相莫大之恩。子牙大喜，大王既肯相投，
尽力扶持社稷，武王不胜兴盛，岂有不容纳之理？你看，子牙不知道吗？但他相信武成王，为什么信？这就是生命的境界，生命之间的相互的认识，对吧？费仲来了，他肯定不信。哎，这就是一个生命的根基的问题。传言请大王公馆少憩，待江上随即入内廷见驾。黄飞虎辞往公馆，那子牙乘马进朝。周武王正在显清殿闲坐，当驾官奏，宰相候旨。所以这时候武王其实已经称王了，要不称王怎么叫后旨？所以为什么纣王觉得有麻烦，就是说武王称王之后没有去告他。武王宣子牙觐见礼毕，武王说相父有何事见故？子牙讲，大王千万千之喜，今成汤武成王黄飞虎弃纣来投大王，此西土兴旺之兆也。他黄飞虎就是个人，但他是人中的顶尖的人，所以纣王，所以这个姜子牙才这么讲，他不是仙，他不是神，仙神永远不会留在人这儿。人的事儿就得人处理，所以他在讲说大王万千之喜，你得到了栋梁之才，对吧？这个故事前后是这么来的。所以还是我说的还是这个意思了，一层生命一层境界，就是一层人，就是这一层的生命，不能跨越的啊，不能跨越，要尊重的。武王问黄飞虎可是朝歌国戚啊？对啊，那都是亲戚，这事儿不好办呐。子牙讲，正是。昔先王曾夸官得受大恩，今既来归，理当请见。周文王受过黄飞虎的恩惠，给了他的叫什么龙虎牌，为了过五关，所以周文王跑，夸官三日，第二天晚上跑了。是武成王当时的作用。那文王回到朝歌之后，回到这个西岐之后，这件事情文王非常记在心里，认为是欠武成王的，所以欠什么都成，不能欠礼，缺什么不能都成，不能缺钱，不能欠礼，不能欠义，不能欠钱啊，不能欠钱，一欠钱就伤得情义，必伤情义，那是一点都不差的。人在利益中嘛，对吧？朋友之妻不可欺，朋友之钱不可欠啊。这是一个财一个色，不能的。说有多好，那是多好，人家送你是送你，送你没有送老婆的，对不对？没有送先生的，不可能。所以什么意思？这就是说这是人的层面的两大麻烦，这不就是人的层面的两大麻烦吗？一个色欲，一个贪财。色欲乃人的身体内部的贪欲，钱财乃身体之外的贪欲，都落在一个贪上，是跟这块生命肉有关的。所以人之初性本恶，当王虎宁秉承这条线的时候，这是今天生命中最恶的人种。武王说请，王看岔了，不一时使命回旨，黄飞虎候旨。武王说宣，黄飞虎之殿前倒身下拜，成汤难臣黄飞虎，愿大王千岁。武成王答礼，九牧将军德行天下，道德德行天下，义重四方。你看德义两字，这个德从上至下，德行天下从上至下，义重四方，义朋友之间讲义，义重四方是平面的，
对得起。所以古人用词都是生命和立体的。诗人积德，人人仰慕。真良心君子，何期相会？此乃三生有幸。哎呀，都想不到我们会碰得着。那您这个人，您太厉害，您这个人品质太高，我哪碰得着？武王这么说。黄飞虎伏地奏曰，所以黄飞虎懂得，无论他多么辉煌，无论别人的嘴中对他多那什么，他自己知道自己今天是投奔者。所以伏地奏曰：“何蒙大王提拔，飞虎一门出陷阱之中，离网罗之内，敢不效？”叫其义之力，犬马之劳，以报大王。那武王见他就收他了，要不见就不收了，要不收就不见了，这话得这么说。武王问子牙：“昔日黄将军在商，官居何位？”子牙说：“官拜镇国武成王。”那咱西岐就改一个字儿，变开国武成王。你看，大家就明白了，其实这个官拜的概念就讲述了为什么武成王一过汜水关，那天下兵马就打起来了，这个西岐跟商朝就真正干起来了。镇国武成王到了西岐镇开国武成王，所以这是个标志，就他就是个标志了。黄飞虎谢恩，武王设宴，君臣共饮，席前把纣王施政细细说了一遍。武王曰：“君虽不正，臣礼义公，各尽其道而已。”你看武成王，武成王同样，对不起，周文王、周武王同样秉承他的父亲，就是以忠为关键。这里同样的，各尽其道而已，就是那君是君，你是你。根本就不用管他。武成王跟子牙讲：“选得良辰吉日动工，为飞虎造王府。”这就是，哎，这就不用讲了。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好人跟恶人之间的差距。子牙领旨，君臣散席。次日，黄飞虎上殿谢恩，复奏臣父黄衮与弟弟黄飞镖、黄飞豹，子黄天禄、黄天爵、黄天祥，义弟黄明、周济、龙环、吴谦，家将一千，人马三千，未敢进入都城，现驻扎在西岐，请旨定夺。武王说：“既是有老将军，那传旨速入都城。”叫各个官居就职，其实就是把武成王的原来的旧部完全归你，他原来是什么官，到西岐还是什么官。这个武成王从来没说你是判官，我得看看你，我得考验考验你，没有。西岐自得了黄飞虎，遍地干戈起纷飞，纷纷是马星，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